如果你哋有跟住我哋學習資深線嘅話咧，必定會喺呢一個時候準時咧喺呢一個大本營嚟到匯合嘅噃。不過神算老師未出現之前咧，就已經話有四位嘅資深線精英咧，就話要搶集同大家見面，話要成為呢個至尊狀元咁話噃。哎，既然係咁嘅話，好啦，等我就先嚟咧介紹一下你哋先啦，好唔好？好啦，分別咧就有我哋嘅六組張鑑滔，黃組嘅鍾海玲，藍組嘅蕭永文。同埋紅組嘅姜曉婷，歡迎你哋先。其實你哋咧個個都要過五關斬六將嘅噃，驚唔驚？唔驚。誒、哎，個個都唔驚喎。既然係咁嘅話，咁樣啦，先嚟咧第一個回合嘅必答聽算題，好唔好？啊，如果答啱咗嘅話咧，就可以每人咧加到20分嘅咯噃。好啦，不如就先嚟咧考下我哋呢一位六組嘅四眼哥哥，猛咁喺度眨眼啦嚇。好，留心呢題聽算題咯噃，好唔好？呢題題目咧就係82+7953+3176+1796+1796+453+551+202等於5撇，唔使咁滯，係你作答噶啦嘛，都話必答題咯。5撇26，送俾你，加20分。好啦，到黃組啦噃，唔好咁緊張啊嚇。好。聽清楚，開始出題。730+618+9+573+451+804+315+217等於3撇01+7。幾多話？3撇01+7。哎呀，對唔住啊，聽到呢啲咁嘅聲嘅話咧，都知道冇分家啦。答案咧應該係2917嘅。好，到藍組啦噃，聽住問題，唔使咳，誒，到你啦。呢條問題咧就係147+553+440+275+296+306+1+105+523再加338等於4006。4006，恭喜你，快而準，加20分。好啦，到最後紅組嘅呢位女將，聽清楚題目咯噃。237+163+415+六八九+五零七+八三五+二六零+941等於3撇132。掌聲，好嘢，又可以加20分。好啦，我哋睇下今日必答題嘅成績先啦。由於黃組係答唔到問題，所以得100分，其他嗰三組就可以得到120分。第一回合嘅分數就睇完啦，跟住嚟到第二回合嘅搶答題。搶答題限時1分鐘，答中會加10分，答錯會倒扣10分。究竟邊個可以問定金榜狀元？一陣自有分曉。好啦，先嚟第一題咧，就係望住呢邊看算題，唔係聽算題啊。呢題咧就係623×57等於，哇嚇！呢頭講完題目咧，你就要撳鐘啦。好，六組作答先嘅。35511。恭喜你，可以加10分。好啦，再落嚟呢一題又留意啦，一樣係看算題。640×687等於，都係六組。39撇680。39撇680。真係令人興奮啊！嗱，其餘嗰幾組繼續啦噃嚇，聽睇清楚，都係漢算題。342×286等於，好呢次係藍組先啦。97撇812。恭喜你，都係啱嘅。好，再落嚟咧係聽算題啦噃，聽清楚。173+60+712+295+906+321+546等於，好是藍組作答。4445。好啦，睇下我哋現時嘅分數先啦嚇。一輪激戰之後，六組同藍組分別都得到140分。由於同分，所以我哋就要出多一條題目釐定輸贏。好，留意啦。421×772等於幾多？好，是六組作答。324撇992。聽講，哎呀，真係
真係你都知點樣㗎啦，係咪？哎呀一聲喎嚇，咁換言之咧，錄咗係要扣十分㗎。名正言順，我哋今日嘅金榜狀元咧就誕生咗啦，係屬於我哋男組嘅朋友蕭永文。哇！恭喜你，企一企身先，好啦。這個金榜狀元的證書就是屬於你了，名副其實的金榜狀元，但是你究竟是不是成為這個至尊狀元呢還未知道，到星期五的比試再來跟其他金榜狀元呢比試一番才會有結果，有沒有信心先到時？有的話到時就希望再見到你了。同時間明天我們就會揀選最後一位的金榜狀元，大家記住明天同樣留意我們的珠心算擂台大挑戰，明天見。 happy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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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appy.